testing 一二三四，试下声先啊，testing 一二三四。我啲声都 OK 嘅，唔单止你噶啦，你我谂 Anis 啲声都 OK 嘅。啊，是但啦，倾下偈咁样。OK，anyway 啊，背景啊嗰啲冚唪唥我哋都唔理住嘅。咁啊，啱啱试下啲 bandwidth 啊，broadcast 听得唔得？啲声点样先？咁啊，背景布置嗰啲我哋先再搞啦。我今晚想讲咩咧？起开个 topic，等下先啦，我睇下我嗰个 topic 系乜嘢。OK，今晚个 topic 就系我之前有个 post 嘅，如果你受伤害，我等伤害，我睇下先啦，暂时未安装 Facebook，唔紧要啦。咁啊，第日可以睇翻嘅。咁啊，系啦，今日讲受伤害嘅。咁有一个 post 啱啱写出嚟，大家有兴趣啦。咁啊，好多朋友都喺度问，咁即系点啊？我话与其嗱，我讲咗咩咧？就话如果你受伤害嘅，一个人受伤害，你会点啊？你可以点样去完成一个或者话舒服翻、好翻、开心翻咁样嘅？即係話我哋話受傷害嘅時候，就係得一個方法咧，就係停留。我哋不斷咁都係受傷害咗，有人嚟安慰我啦。咁啊，安慰或者一個宣泄嘅情況之下咧，都係再俾啲時間大家去冷靜。時間冷靜之後，咁啊，大家就覺得好啲啦。咁啊，受傷害嘅件事就過一段落，係嘛？咁大家都係慣咗呢一種叫做。受安慰跟住療傷係嘛，揾工療傷嘅習慣裏面咧，你可或者可以走去下旅行啊，唔開心發泄下咁樣。通常你都會發泄喺一啲好關心你嘅人身上㗎嘛，即係佢對你好嘛，咁你咪覺得唔開心嘅時候咧，就有責任俾佢分享。其實咧呢一樣嘢咧係都幾複雜下嘅，咁啊，但我會提議另外一個方法嘅，會唔會嘗試學習下接受一個叫啟蒙嘅？嘅思維俾人哋去教下你，或者指點下你點去諗嘢，跟住受啟蒙到你個觀念咧改變嘅時候咧，你突然間轉化咗之後，你個角度一睇唔同嘅時候咧，呢、這個傷害就會變成唔係傷害嘅特質。咁其實咧喺嗰一刻裏面，如果你真係能夠察覺件事嘅真相嘅時候，或者你係唔會去。覺得其實都唔係傷害嘅話題啊，咁可能你又一下就已經 switch 咗去另外一回啦。咁呢個亦都係有另外一個方法去解決受傷害呢三個字。咁如果朋友你係經常受傷害嘅，你覺得你自己經常都係悲傷女主角或者男主角嘅，咁啊學好呢個方法咧，會讓你慳翻好多嘅心情同埋時間。同埋咧，你會有少啲嘅報應嘅。點解有報應啊？話有報應喎，受傷害都有報應，又唔係去傷害人哋係嘛？其實受傷害嘅報應咧，係強烈過傷害人嘅報應嘅。諗清楚啲，呢個好合理嘅。點解？因為你受傷害嘅時候，你唔開心啊嘛。你唔開心，你咪會將你嘅唔開心轉移俾你嗰啲身邊嘅人咯。嗰啲對你唔好嘅人咧，咁即係唔理你啊！咁你受傷害啦，人哋又唔理我啦，咁你冇辦法將你嘅受傷害嘅嘢咧，去發泄喺呢啲唔理你人喺身上噶嘛，係嘛？所以因此，你淨係可以將你嘅傷害咧發泄分喺享，你嗰個係啦，邊個嚟理你嗰、那個，score 前啲。咪就係一定會幫助你去聽，起碼叫聽咗你嘅傷害先啦，聽咗你呻先啦，係嘛？咁所以因此佢話係第一個會。會承受你傷害帶嚟嘅後果嘅人咯，所以因此呢個係必然嘅事嚟嘅，唔使話你想定係唔想定係，即係其實呢啲係好 natural 嘅嘢嚟㗎啦，調翻轉，如果你真係咁控制得到自己嘅，咁你就唔係真係受傷害啫，係嘛？你真係受傷害嘅時候，梗係有人同你分憂，分享你嘅傷害，咁喺分憂你嘅傷害嘅時候咧，對方用咗時間同精神啦。
或者會承受到你的脾氣啦，甚至可能那些其實他都不是跟你分憂的，可能是你下屬來的，可能 你真的不開心的時候你就無端端發了脾氣在他身上，他都是跟你叫做 分憂，是你夾硬分他的憂的，那其實這些東西不是會令到你的傷害變成你自己去影響了你身邊人的負面的源頭，那你覺得這些源頭你會不會有一個叫做報應，報應在你自己生命裡面呢？其實是很合理的，也就是對方聽得多你受傷害啊，聽得多你呻啊，就會開始麻木和不會再點理你，或者會怕見到你都怕了你，或者很開心的時候不會找你，即是不由你搞到他不開心，即是這些東西全部都會走出來的時候，那你覺得受傷害的後果是不是其實都會有一些叫做報應的 concept？ 不是，我不是真的說你報應的，我是說受傷害其實有個生性的 damage 在你的生命裡面，如果你不是懂得好好 handle 的話，但是另外一種人就很奇怪，就是谷住自己又不分享給人那些呢，小心早死啦，你簡單一點但是都是這樣，我覺得是 OK 的，但是你不能夠避免說逃避說你將這個傷害的不開心是分享了給人，是健康的， 是好的，其實 是好的，但是不代表沒有報應，是有代價的，怎麼都、除非你可以巧妙地 handle 了它，那你自己谷住，你如果不跟人分享的時候就更慘，你谷住自己真的可能很不開心的時候，你就暴食，半飲暴食變成另外一樣東西，即是很多奇怪的東西會走出來的，所以因此呢算了，都是得 bad 和 worse 的時候你都是找一個人分享一下，都是有個 bad 字，第二件事呢，在這個社會裡面有很多的真理，可能你覺得很難聽，但你自己聽一下是不是事實，如果有個人是很過來關心你，那我之前中風，那現在是 recover， 那我就很經歷到這件事，那即是我這個大男人，人家叫 IT 狗的人， IT 狗什麼 IT 狗，或者是呼之則來揮之則去的 IT 窩窩，是很簡單的嘛，當然我比較高級的高級 IT 狗，但是我們高級 IT 狗有什麼特性呢，就是你發覺你身邊的朋友通常都是怎樣，即是電腦單了就找你了，有什麼要裝不找你了，沒事就不會找你的，找親你都是叫你幫我整東西的，很多男仔很多朋友都應該是在這些生活裡面，但是你發覺呢，你有些不妥的時候你身邊沒有人理你，因為他們覺得你碰的嘛，你碰的，你碰的，給你信心，即是好聽一點就有信心，不好聽一點就多孤獨一下，所以其實這些 IT 狗的生命都是這樣的，大家如果是男仔你有同感的 say amen， 希望你們都不是這樣， anyway， 但是問題就是當我真的我估不到的，在醫院的日子裡面呢，都真的有很多身邊對我很好的人啦，來到醫院，不是只是親戚啊，真是 spiritually 咁，即是大家都在一起的兄弟姊妹啊，都會來，真的會即是驚到嚟見我最後一面咁樣去咁睇我嘅，又好開心咁啦，即是大家見翻面啊，好似好珍惜咁啦，唔係好似好珍惜，真係好珍惜嘅，好開心嘅，但係問題就是嗰一刻裏面咧，其實都有一種嘅，你發覺呢個世界咧。其實真的是 在亞當吃錯東西之後呢肚痛了，吃錯東西不是死了，死了，即是吃錯東西之後的後果，這個世界真的被詛咒，詛咒就是說很多好的東西其實都會帶來一些不好的影子，一些雙面人，你用心去 想清楚一點的時候呢，你發覺很多的祝福其實都是有它的代價在後面，剛才都講了，即是你發覺只是做那件事原來都有代價，受傷害都還有代價，那你會不會為了你身邊的朋友不要受那麼多傷害呢？會不會為了你身邊的家人不要受那麼多傷害，免得他們會承受一些新年性的不好的情緒呢？那這件事也是，那他們人家來關心你的後果就是怎樣，人家來關心我一個中風的人，即是左手左腳動不到，現在動到了，你左手左腳動不到的人，那即是怎樣，會不會令到你很想去動回呢？其實這些寂寞 IT 狗呢，就會覺得哇，啲人咁錫我，突然之間係嘛，就有一種感覺，就是話如果我在這個 stage 裏面的話呢，就突然之間仿似有很多人很珍惜我，明白？
咁相似佢哋會對我好嘅時候咧，對我好咧係會產生一種嘅引誘咧，令到我真係可能唔係咁想咁快痊癒啊，即係多啲嘅依賴，多啲嘅去投入喺人哋對我愛之中嘅。所以因此咧，其實有一種引誘喺後邊嘅，但係問題就係、始終都係啦，上帝拍住膊頭人咧，會有一個醒嘅一刻，會諗多一陣嘅，唔得。佢哋咁樣嚟睇我，佢哋心裏邊都盼望我好翻嘅啫，唔得。咁當然好翻，佢哋調翻轉，你好似今時咁話，好似好翻嘅時候又唔好理我係咪？即係幾時又揾到出嚟食飯啦？冇乜點咯，喺隻禮拜日就出現咁啦。咁其實都係咁樣，但問題就係我可以選擇覺得自己好慘，去享受佢不斷對我嘅愛，我會好 enjoy 咁得。但問題就係始終都係上帝拍一拍我嘅時候咧，人就會醒。你究竟係要利用對方對你嘅愛嚟痊癒啊，定係令到去投入佢裏面不斷咁去掠呢種嘅愛咧？其實又真係幾引誘嘅，咁得。咁所以因此你發覺好多善一啲善嘅舉動背後咧。其實的確會有一種叫人更墮落嘅另外一面陰沉嘅一面，唔少人係咁樣去行咗嗰條路，但係嗰條路咧，其實行落去咧，後果會好嚴重，因為大佬條命會冇喎，你再咁行，可能你成世喐唔到時，你企唔到喎。咁所以因此到最後都係冷靜啲諗落嚟嘅時候咧，不如調翻轉啦 ，best of both 啦，第一就係落月享受對方對你嘅愛，但係亦都知道對方嘅心願咧。為咗調翻轉，為咗報答翻對方啦。咁就努力咁去補翻佢，咁就唔使去撇除，要撇除呢種嘅引誘點啦。即係可以 enjoy 係一件事，但係就如果會害到自己嘅生命係向下沉嘅，我哋拒絕佢咁啦，拒絕佢。所以我哋睇清楚每一件事嘅陰暗面嘅嘢嘅時候咧。我哋係有辦法咧，唔行呢條路噶。好啦，咁跟住咧就講翻個 topic 啦，就係受傷害咁，即係感情受傷害啊，乜嘢受傷害？啲基督徒最中意掛喺後嘴邊，點解？因為其實我哋成日都有啲受苦受難嘅心態啊嘛，受苦受難就即係好似為上帝受苦受難咁啦。咁成日都話為上帝而去受傷害咁啦。whatever 啦，總之就係受傷害啦。點 handle 受傷害？第一樣嘢點樣去解決好多個問題，就先要嘗試去諗清楚呢件事其實係咪存在嘅。所以因此咧，抽條筋出嚟嘅話咧，你就唔使嘥時間。好多時候都係咁。人係活著喺現在同未來噶嘛。但如果你有未來嘅話啦，咁但係我哋唔會活著過去噶嘛。過去嘅嘢就唔好再去所謂的留戀，因為你不是活著過去的，你是活著今日和以後日子裏面。所以因此，如果過去值得你參考的話，參考都是為了今日和將來參考的。有些人說，你跟他在一起這麼久了，所以不捨得分手，那你是活著過去還是現在還是將來？即你會不會覺得每一天都是一個 fresh start， 都是可以重新的開始，那做人更加有智慧，或者可以換一個更加適合自己的生命咯。好啦，翻翻嚟啦，受傷害啦，如果你想受傷害嘅時候咧，咁我講一個故事俾大家聽啦，咁就大家去考慮一下，我係想講一樣嘢嘅啫，你要 get 到個意思，得唔得？同我駁嘴嘅話咧，其實冇所謂，即係你 get 唔 get 到個字啊 ，get 唔 get 到個 point 咧，係你自己決定嘅，你 get 唔到嘅話咧，係浪費你時間睇呢個 video 啫。嗱咁啊，比如話你係一個學生，唔得，行下街嘅時候你準備翻學咯喎，咁突然之間咧，街邊就有個人，衣衫褴褛咁走出嚟，就喺度叫你，你唔好讀書啦，你個人好蠢㗎，我話你讀書讀屎片啦，你不如退學啦咁樣。咁其實你會唔會因為佢呢句説話咧受傷害咧？其實唔會㗎嘛，其實唔會嘅。所以因此咧，你係會繼續嘅行去翻學啦，你會唔理，因為都係點解？你唔識佢，類似一個流浪者。但我唔係貶低流浪者啊，你大佬，我只不過想講一啲嘢啫，佢同你冇關係，同埋你覺得佢都唔知係邊個，咁你覺得佢個著衫啊，亦都唔係好光鮮咁，所以你唔會理佢，你唔會對佢所講嘅嘢好認真，覺得你係咪真係做嘢
讀書讀唔好咁啦。好啦，咁你翻到學校嘅時候咧，校工見到你嘅時候，唔知點解又可能嗰日佢輸咗馬，心情唔好咁啦。咁佢又會又走嚟鬧你，誒、哎、你讀咩書啊你？你快啲休學啦，嘥曬政府資源呢樣嗰樣咁樣講你嘅時候咧，你會唔會又受傷害啊？誒、哎，你就可能話會校工嚟嘅喎，你咪真係有啲精神問題啊？今日係咪點解咁燥啊？誒、哎，我同你近往日無冤，近日無仇啊嘛。你兩三腳嘅時候都係行咗去，你唔會咁受傷害，得唔得？好啦，但係翻上課室嘅時候咧，你班主任開始用同一種番説話鬧你嘅時候咧，你就覺得有啲問題啊？點解？因為佢喺學術上面係你嘅班主任啊，無論你點不忿都好，佢對你嘅説話嘅影響力係高啲嘅。誒、哎，跟住咧，好啦，校長無端端走入去你嘅課室嗰時候鬧你，我勸你退學啦，你讀書都冇用嘅，嘥曬啲時間。你睇下你一讀咩都讀唔到，一路喺咁鬧你嘅時候咧，你發覺開始會覺得好 hurt 嘛，校長啊嘛，你覺得係權威，你覺得是權威，唔理他是不是權威，你覺得就是權威，okay? 所以因此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我只想 elaborate 一件事，就是這四種人你是會被他不同的程度受傷、okay? 但問題就是可能 你的 Max 好不好，原來校長讀文科的，原來校長讀哲學的，就是他不是你讀嗰科嘅專長嘅時候，佢同你嘅 coming 嘅時候咧，其實佢 hurt 到你係因為你以為佢喺嗰科裏面係專家，誒、欸，你係俾咗個權威佢，係你自己俾咗個權威佢，所以因此佢先影響到你好大。其實我同好多年輕人都係咁講，誒、欸，好多年輕人都咁講，如果邊個去 coming 你，包括你父母去 coming 你，話俾你聽，你唔得嘅呢樣嘢。我都會好 fair 咁去睇呢樣嘢，我就話你冷靜啲先。你父母話你讀唔到書，係因為佢係你父母，梗係會影響到你好深喎。但問題就係你有冇諗過，咁你父母自己係點啊？佢係咪讀書讀得好叻？佢係咪喺教育界裏面有權威？咁佢喺 comment 喺你讀書嘅嘢前面嘅時候，點解影響得你咁深？因為你將我權你將佢喺呢件事上面權威化，誒、欸，哦，原來唔係啊，爸爸媽媽係做啲好草根嘅嘢，咁讀書都唔多好多。嗱、啊，咁因此你就要諗下，咁一個草根嘅啊父母，誒、欸，佢有冇佢係咪真係認真可以有權力去判斷你學術上面嘅水準係高定低啊？理論上唔係嘅，但點解影響到你咁高？因為你賦予佢權威。所以因此咧，你被唔被一個人影響，係你覺得佢有冇權威？ Okay? 第一 number one， 佢有冇權威，或者係佢喺咩嘅身份地位裏面同你咩關係咧？的確係會影響到你唔同嘅情緒 ，hurt 到你好深，或者 hurt 唔到你，咁啊數街過 hurt 到你啊嘛。嗱，第二個 point 就係記住呢一個所謂嘅權威咧，係你自己賦予俾佢嘅，係你自己嘅選擇。只要你當佢根本唔係一個重要嘅嘢喺你嘅生命裏面嘅時候咧，佢講乜嘢對你嚟講其實係唔會 hurt 到你，唔會 hurt 到你，記住係唔會 hurt 到你。Okay? 所以因此有另外一條出路就係可能人哋 hurt 你嗰個人同你其實根本冇關係。你只要你定義我佢係冇關係嘅時候咧，你唔賦予佢去。覺得佢係點樣影響你，或者就係話你可能佢精神有問題咧，可能佢嗰日就躁啫，佢根本係冇乜嘢，佢咩都唔係咁時候咧。其實佢對你講嗰句説話，你即刻可以放低，你即刻可以唔被佢所 hurt 嘅。誒嗱咁啊，當然呢樣嘢係要大家去努力學習啦，唔係就係話一下就搞得掂。不過我就係想話俾你聽，你有一條出路嘅，條出路就係話根本可以。denial 呢件事嘅存在，我同好多朋友都係咁講嘅。我細個時候咧，見過一個男仔，喊苦喊屈咁喺學校裏面啊，我問即係開心嘅日子，你問咩事咧？佢話佢啊，佢話佢唔開心，因為佢女朋友出外國。我咁啊，點解你唔開心啫？佢話佢好愛佢，好愛佢。我話你有幾愛佢？佢好愛，好愛佢。所以他就很不開心，因為那個女生要離開出國。我說你真的這麼愛她嗎？
我佢話佢真係最愛佢。話如果你真係咁愛佢嘅話，點解你唔即刻出去賺錢買機票飛埋過去嗰邊絕學，再同佢喺埋一齊去養佢，定係一齊生活啊？跟住佢即刻 O 咗嘴，佢就話嚇、啊，我可以咁做咩？佢覺得我可以咁做咩？喺香港嘅日子裏邊，即係以前個年代啊，但係我話點解唔得啊？你做定係唔做啫嘛？你話好愛佢㗎。你好愛佢，應該可以放棄一切嘅，咪過去嗰邊咯，係嘛？咪陪佢咯，去咯。點解唔去啊？跟住話嚇，阿爸阿媽唔俾啊嘛，呢啲嘢點得嘅啫？我讀緊書啊嘛，點可以放棄一切噶？咁我就所以咪我淨係想話俾你聽，其實你有幾愛佢啊？諗清楚啦，你都唔係真係好愛佢啫。你愛佢愛到根本你唔可以放棄你學業，你愛佢愛到根本你唔可以放棄你家庭。你愛佢愛到根本你唔可以放棄你自己一向習慣嘅生活，你愛佢愛到你其實乜嘢都唔願意做，我就話你唔使咁痛苦啊，其實你唔係好愛佢啫，呢件先至係事實啦、啊，所以就唔使咁唔開心啦、啊。咁佢真係 O 咗嘴，我就話唔係嘅，一個人真係愛嘅，咁咪真係去愛咯。一個人真係愛唔到嘅，你係無能為力嘅。軟弱的人周街都是啦，這些都是事實，不需要太過介意，即最慘的一件事就是人以為自己很愛對方，但是行為上面就跟他自己把口所說的落差太大，只要我們可以在衰仔的日子裡面認衰仔，其實不是真的可以愛到放棄我全部的生活和家庭和我業的，你承認了他咁就相對地咧，你個痛苦咧就唔會唔痛苦嘅，你個痛苦就應該係合適翻喺呢個身份裏邊啊嘛。咁你嗰日你已經決定咗係你繼續留學讓佢離開你噶啦。咁因此你嘅痛苦會唔會多咗少少咧？跟住佢一明白之後咧，可能真係做啲我可能真係做啲好差嘅嘢咧，即刻打咗個七折啊！你話嗰種痛苦。呼天搶地的程度，即刻打了個字 significantly。 為什麼 significantly 可以即是很明顯地打了個字的呢？在痛苦裡面，因為他察覺了真正的事實，不是他腦裡面幻想那麼嚴重的時候，你明白了那一下呢，其實即刻會打個很大的折扣的。咁你唔開心係可以唔開心，唔通你個女朋友飛走咗你會開心咩？我唔係叫人哋做埋啲精神分裂嘅嘢，只不過你唔使咁呼天搶地，因為你其實唔係真係咁愛佢啫嘛。啊，啲人就覺得，喂，你覺得好過分嘅係啊，不嬲事實真理都係好過分噶啦，因為呢個係你嘅行為同埋一切嘅結果嘅解釋嚟噶嘛。如果唔係你飛咗過去啦，攋係羅密歐啦，係嘛？咁你做唔到嘅時候，咁你要認自己得幾多咁啊？咁咪調翻轉，你咪唔需要過分投資喺冇結果嘅身上咯。啊，咁係啊，的確係咁樣嘅。咁啊，呢啲都係事實嚟嘅。所以因此咧，就係話你明白咗個 situation 嘅事實嘅時候咧，你嘅思維應該係會變。呢、這個就係所謂耶穌基督叫我哋嘅相信一件真理，而唔係迷糊地喺一個宗教裏面盲目咁去。worship 去敬拜一啲傻人，但係咧好 O 嘴啊！之前同啲朋友分享嘅時候咧，諗住同佢講，傾完之後佢會明白咗，其實你嗰啲人啊，網上識嘅人都唔係一啲你真係好 care 嘅人啫，同你又冇關係嘅，點解你要覺得佢對你嘅 comment 有得咁急咁嚴重嘅咧？咁嚴重嘅咧，花生油啫嘛，周街都係啦。但是問題就是原來聽完講完之後他都明白了之後呢 他就覺得好像我安慰過他，到最後就變成了好像一種的安慰、舒服啊，多謝你啊，下次再跟你談啊，而不是一種、哎、我明白了其實他跟我沒有關係、啊、為什麼我這麼介懷他啊，即是這麼介懷他的時候有什麼意思呢，即是不是一種醒覺，跟住就改變咗個思維的時候，痛苦咪冇曬咯，即刻你覺得根本係嗱，比如話啊，有一對情侶分手，咁、我就通常都會同佢傾下偈，點解分手？
咁傾完分手，點解啲人中意嚟同我傾完分，即係分手感情問題嘅時候，佢揾我傾嘅時候，點解咁中意同我傾？因為我會問佢咩事啦，大家都通常都問佢發生咩事嘅係嘛，為咗求知欲啊嘛，咁我承認嘅，我都有一定嘅淨係求知欲八卦嘅。但係問題就係你一能夠喺嗰度分析得到一樣嘢，就係你咁痛苦，其實係合唔合理咧？如果唔合理嘅時候，同你講清楚，喂，其實你諗下，喺兩個人喺埋一齊。戀愛分手嗰一下是不是很痛苦啊？但是如果嚟跟我傾偈的時候，我再跟你慢慢分析的時候，你察覺了原來你其實根本不愛他的，不是他原來根本不愛你，是你原來在傾偈的情況裏面察覺了自己其實原來根本都不愛他的。原來你根本都不愛他的時候，你察覺你明白了這個才是事實的時候呢，咁你突然之間喺嗰一刻裏面覺得分手，好彩同你分咗手啦，係嘛？咁你咪發覺，喺理性上邊唔係咁應該痛苦嘅事，應該深刻都係一件好事咯。因為唔使再同一個唔中意嘅人喺埋一齊，因為你根本都唔中意佢。但係問題就係你察唔察覺得到，其實你根本唔中意佢。嗱咁，你話喂 ，David， 你咁樣講好過分啫！你係咪用言語嘅藝術去呃對方，令到對方覺得咁樣去減輕痛苦？嗱 ，Number One， 的確係減輕咗痛苦，的確係減輕咗痛苦嘅。誒，但係問題就係最緊要一樣 ，Number Two， 唔係講大話，係將個真實嘅事實走出嚟，人哋就會察覺。因為其實咧好簡單，如果老實講，你真係仲係好鬼愛佢啊！人真係咁容易分手咩？人分手其實好簡單，唔係對方做錯咗乜嘢，或者你做錯啲乜嘢嘛，係你對對方嘅愛根本係唔夠嘅，唔夠對方去做錯啊，得唔得？即係話俾你聽，耶穌落到嚟愛我哋嘅愛係唔夠我哋犯錯嘅錯誤度嘅，耶穌就唔肯落嚟救我哋啊嘛。耶穌肯為我哋死，其實好簡單，就是、因為佢對我哋嘅愛咧。勝過我哋所能夠犯嘅錯，激嬲佢嘅怒，即係我哋係咁做衰嘢，佢都仲係愛我哋嘅時候，先至叫落到嚟清洗我哋嘅罪，同埋絕對嘅包容接納。呢、这個先係福音啊！即係聽耶穌對我哋嘅愛係，我哋犯曬天下嘅錯咧，都唔會激嬲佢，即係唔會激嬲到佢嘅程度嘅時候咧，咁佢先至愛我哋，所以我哋係走唔甩嗰一隻個 concept。同樣地。兩個人在一起的時候，對方犯的錯啊，咁啊有不同的程度嘅，都是要 counter check with 你其實對他有幾多少愛噶嘛。如果兩條數加埋一起的時候是等於分手的時候咧，好簡單啫嘛。咁一定一個 factor 就是你對佢對方愛其實都不夠的，咁所以因此很多時候你發覺呢些問題拎出嚟傾的時候講清楚之後咧，你都會察覺得到其實你都不是真的很愛他嘅。而是很自然地，你因為你根本都不是很愛他的時候就自然分手的時候呢，其實你不是真的 totally lost， 你不是真的一個應該這麼不開心，其實反過來你都應該有些感恩，多謝曾經在一起的時間，其實我都不是很愛你啫。既然在這件事上面分手的時候大家冷靜一下都是件好事，我不會說你立刻笑回會很開心拍著手掌的大佬、okay？ 但始終都是說你所承受的痛苦在真理和真實的情況之下是不是真的需要痛成這樣。這個 concept 就是你一察覺了一個真理的時候，不是說哎呀怎樣去安慰你什麼什麼，而是你見得到一件真實的事的時候，你想清楚很 make sense 的時候，你的痛苦是會大打折扣，還有你是會更加的面對現實。但當然我很肯定的一件事，就是可能夜晚的時候啊，一個人靜下來的時候啊，晨早醒起來的時候啊，或者會有些失落的，那些情緒是會起起伏伏、欸、但是在平時你是理性的時候，理智的時候，跟人聊天的時候呢，你是會很認同你其實都不是很愛對方，是這樣的時候呢，你面對現實的時候，你的痛苦是很恰當，很恰當、欸、那就盡快 recover 回的時候呢，下一次找過你真的很喜歡的人再在一起的時候，你其實就不會再留戀之前的事。
今晚嘅分享咧就係咁多啦，希望大家中意。